主料，鸡胸翅500克，辅料，奥尔良烤肉料，芝麻，橄榄油，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鸡胸翅洗干净，放入盆中，奥尔良烤肉料，以适当的比例加水，调成较浓的调味汁，将鸡翅在表面划三刀，这样容易入味。把鸡翅碾满调味料，腌制一个晚上。碾好的鸡翅摆在烤网上，烤箱200度预热后，把鸡翅放进烤箱，烤15分钟，取出，在表面刷一层调味料，再刷一层橄榄油，用色拉油也可以，然后在表面撒上一层白芝麻，再进烤箱烤5分钟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喜欢甜食的也可以在表面刷一层蜂蜜，喜欢表面硬皮的也可以调高烤箱温度，适当延长烤制的时间，总之看自己的喜好随意调整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